期待一下哦。信里是这样写的，白天时光不长也不短，但见证了 Into One 的成长。回想起这段时光的点点滴滴，满满的都是幸福。从过去到现在，改变的是互相学习，不变的是努力向上的精神。今天是成团的100天，不管有多少个以后，我们都会陪着你们一起做到最好，加油，我爱你们。哦，谢谢。他写的这些内容也正是我觉得你们应该做到的事情，因为你们希望我们快乐，我们更希望你们快乐，你们希望我们成长，我们更希望你们成长。所以你们变得越来越好的同时，我们当然也在和你们一起变得越来越好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彼此互相成长的过程，所以你们快乐我们就快乐，要记得快乐。这是一段双向奔赴的付出和爱。